接下来节目更精彩了。2000多年前呢，阿基米德曾经说过一句话：“你给我一个支点，我也可以撑起整个世界和整个地球。”哇，对啊，这个是非常有名的古希腊的那个数学家跟发明家说的。是。但瓜哥跟今天的表演有什么关系？这个是一位艺术家哦，他很能顶，也很能瞪，比邓紫棋还瞪。还有啊。邓紫棋是你是哪一种声音啊？哪一种邓？这个邓我也很会啊。哦，不是邓人的，他是足上艺术家。哦，用脚凳。这个带来精彩的表演，大家眼睛可要张开了，一起来欢迎足上艺术家杨立威带来表演。杨立威足迹年龄长达18年，仅靠双脚就可撑起万物，我们赶快来看看吧。脚比手还灵活，好厉害！哇！哇！很适合去卖披萨哎，摇好披萨。现在换大披萨来了。音乐喽，斗牛斗牛吗？要转起来，转起来，转起来！哦，哇，哇！现在换大披萨了啊！哎，你这要这样顶不容易耶，好漂亮哦，很轻松啊。一张桌子，不可能吧？你要干嘛？什么要干嘛？哇哇！桌子就砸下来了，还可以跳舞。手摇椅啊！哇哇哇哇！哇，还有腾空！掌声鼓励一下，好强，好厉害哦！杨立威，立威好棒哦，好危险，好强哦！你看那个桌子，如果重心没抓稳，整个砸下来，砸的鼻青脸肿。哎呀，真的是很厉害，很强哎！
这个他是足下艺术家了哈，这个顶功更是了得啊。刚刚是顶两个毯子有没有？很像披萨的那个。那这张桌子顶功，其实啊重量虽然很困难，应该比较困难是比较柔软的东西或轻的吧？对，越软越轻，其实对脚感来说是比较抓不到的。会这种足下功夫，当然不是学一两年了，应该是自幼就开始学的嘛，对不对？我从十岁就开始学。哇，真的好像台湾就台湾就几个地方啊，李唐华跟或者是戏曲学院，戏曲学院对啊，我的老师其实就是李唐华出来的，对吗？你说你十岁开始学，到现在您表演的年龄应该有十八年。哇，练久了，练到十八年。那你这个表演呢？十八年一直顶，该顶都顶完，那你怎么去求进步？要做一些调整呢？对传统的东西，其实真的要一直创新，一直创新，不然很容易就会被后面的后辈赶上。对，那我真的是一直都有在创新，瓜哥。你今天讲什么，我就登什么。真的假的？我们可以顶顶他吗？可以顶吗？小哥可以啊，小哥会怕吗？对，他会把你这样像球一样这样一直顶，你要一直翻哦。哦，好好好，那我试试看。我们安全一点，我们在地上好不好？哇，好浪漫哦。那是因为小波的体重，别人也没办法做。真的哎，他要不要脱鞋啊？哎呦，不用。哦哦，来找平衡，找平衡。要干嘛？要干嘛？要翻了，要翻喽！预备啊！哇！哎呦，哎，这可以顺便整骨哎。对对。然后呢？这。哇！好可爱哦，好玩哦。哎，这个不错哎。来来来，你贴下来了。那个很有架势。我们收门票，哇，一次一百块。是。好玩好玩，还有谁？这个可以玩，增加情绪，谁要玩？对啊。但是呢，这样不能满足大家。他的表演蛮精彩，我可以随时考一下。刚刚你，哎，我们那个垃圾桶可以吗？啊，拿垃圾桶？那个还没有，我们现场的、啊、没办法。这是垃圾桶哎，这可以吗？里面真的有垃圾，真的有垃圾，真的有垃圾啊，这有垃圾，还有便当哎，这为什么有？它是垃圾桶，它是垃圾桶，当然有垃圾桶。对啊，那先卷一下呢。哦，把它收起来了。啊，对的。真的有？哎，等下还有，还有旧报纸。这真的垃圾桶啊？这怎么顶啊？来来来，这样吗？哦，我直接就来了，这很轻哎，哦，这个简单呐，哇，像那个老鼠，好可爱哦，对对对对，土拨鼠，对，它的玩具，哎呦，我还可以翻呢，混说烫，混说烫也可以的，你看到吗？哇，谁这么厉害？哎呦哎呦呦呦哦！Okay, 有垃圾啊！有垃圾吗？有垃圾，真的有垃圾，真的垃圾，谁下来？我可以拿下来，叫厉害厉害！哎呀，哇！哎，小心小心！哇，那底下不会滑。哎，他真的，他说抖音都还有，对啊，都是都飞出来啊！蛋壳。哎，我觉得，我觉得你刚刚这样顶，我们两个可以配合一下，说不定厂商看到。会找我们两个拍广告，顶什么？要顶什么？你想呢？你我待会坐上去，你就顶我，就叫顶呱呱。对，那个可以卖很多东西，还可以顶泰丰啊。顶泰丰就不是我了。顶泰丰要顶熊你啊，泰丰满。哎呦，顶泰丰，对，顶得起来吗？瓜哥，你真的要吗？哎，我不太敢了。你太重了啦！太重。来来来，我们那个，哎，我们摄影朋友那个迷。哦，进球！来来来来，这个可以吗 ？Disco 球，灯球哦，是 Disco 球，对对对，氛围蛮好。这个是我们有时候摆道具用的，对呀。啊，刚好今天卸下来了，我们就也不是他带的，我们自己的嘛。这是我们摄影棚的道具啊。他今天你可是答应我放什么你就顶什么了。哇！来来来，这个也可以。我家里有这个灯多好，你看。真的，人体自动灯，这可以吗？欢迎光临本店，我们有调酒啊，喝到饱啊，是，还有秀，你看，是是是，今天是 Lady Night 哦，哎，这超酷，这很厉害耶，还真的像唱歌一样，我家里都有，你看地板，你看地板，转太快了吧，好想要来一首，还要来一首歌哦，哦，以后我就找到家里顶着这样，我们就可以唱歌了，抽到这样子，来，谢谢，好强哦。这个真的很闪呢。对啊。哎，请问你顶一个小时多少钱？这个会太累。来，哇，
是，你看到没有？我们先考验他，什么都可以顶啊。我看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可以？还可以吗？还有，还有什么啊？我们有维修灯泡的梯子，来把它。不是，那个好重哎！不是那，那太重了吧？那个你有把它？你在开玩笑吧？我觉得只有两个男生搬呢。很重吗？你来，你看看。哦，那立起来，立起来。我感觉一下。你不是，我只是拿出来，你真的要用吗？你不是你说什么我就登什么吗？这是我们工程梯子，你可以。我感觉一下。而且这个还会活动的样子哦，你。这是真的梯子哎，你打开是可以我们爬高爬低的呢。这旁边还有脚皮哦。可以。它会活动哎，你这样可以啊？可以啦。这个是 A 字梯，你可以。可以，这个很重哎。来，婆婆下该爬起来哦，来。哇，天哪，这个。请就位，我 A 字梯也可以。我说试试看。哎呦，他真的要演。哦，我看一下，真的很重哎。这个超重的。算。哎呦！哎呦！哇！还要这样上去？这样我也会，好不好？哦，原来是头被撞到，对，我怕他撞到头。这样有办法顶？天哪！太可怕了吧！这 HD 很重哎。吓我一跳！哦，奇迹，你要受伤哦！越来越高了啊！哇！哦，它越爬越高，它刚刚顶起来了。太精彩了啦！哇，好厉害哦！我不要吓一跳。来，哇哦，好厉害！天哪！不是随便考的。他最后那一下，我他可以做自己整理，做一遍表演，对啊，多厉害啊！所以你看到没有？现在练习这种竹上功夫的越来越少，全台湾能会这种竹上功夫的有几个人？对，第一次看过。就是学弟学妹老师们，但是其实大部分毕业了之后，他们都没有再继续表演了，因为算苦的嘛，算苦嘛。但我其实觉得这不苦啊，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对，因为你也是做了十几年了，所以以后对我们的艺术家也要尊重。今天这种表演有可能会受伤，大家别忽略了他们的辛苦。对，你最后有什么话要向观众讲？其实我很想跟大家说，其实真的每一个工作都是蛮不容易的，表演艺术是这样，其他工作也是。那希望大家可以真的是鼓励与支持，就像瓜哥说的，你们给的支持还有鼓励，真的对我来说也是我可以一直走下去的最大的动力。对，我们今天做最强众英雄，无非是希望台湾所有每个角落最好的。你觉得没有舞台表演，这里就是你的舞台啦，对不对？我们把它发扬光大。能台湾那么人，台湾高人嘛，就这样。但是我们要呈现出来。对，对，我们希望呢，我们台湾缺乏的就是赞美。鼓励批评声音很多，所以我们多多给他鼓励。是，再次热情掌声欢迎我们的竹上艺术家杨立威。谢谢，希望下次还能看到你们精彩的表演哦。谢谢，那我们接下来进行更精彩的最强助理秀。谢谢。我们节目是一段接一段的精彩，是啊，刚刚是竹上艺术家，是。接下来这一段呢，你看前一阵子十几天我都没出现嘛，对啊，因为我飞到哪里？我飞到国外之后回来再隔离。哦，哪里还有隔离？还飞到国外去？特别飞到非洲的加纳，很远呢。对啊，我飞13000多公里去寻找一个艺术家，好用心啊！是，最后真的答应我来我们节目表演。我为了这个节目是尽心尽力啊，真的，好厉害哦！
这位艺术家呢是在非洲加纳呢，今年好像快二十几三十吧，但他的表演非常精彩。真的吗？对，没有不是艺术家不会上我们的节目了。是，那倒是。特别要介绍这位我们加纳的艺术家，马戏艺术家。Welcome Richard。理查是不少比赛的常胜军，听说今天带来令人惊艳的表演，真是令人期待啊。Welcome Richard。现在大概是以传记为主，传记非常能转，你看要放到脚也可以，脚就可以转的呢。对，哦，好特别哦。Thank you. Very good show. Thank you. 他应该整个介绍来讲，他是 Africa traditional circle artist. Yes. 哇，瓜哥这英文一把照。瓜哥是，我跟你讲，我你知道我是不爱显现的，是我的英文当然好啊。那太好了，我就是因为我全家英文我最好，所以我把两个小孩送到国外去学英文。哦，合理的。是。那今天就由你来帮我们翻译一下好了，可以吗？对，因为我们英文没有对啊，没有你好。你们何其有幸，请到这么贵的翻译。他每天大概要练多久的时间？How many hours you want the translation? Usually I practice around 4 hours. Four hours. But now I reduce it to 2 hours. 2 hours. Yeah. Why before 4 hours? Now 2 hours? Before I was young and I was. Now I'm maintaining the skills.
Before I want to learn more。这么长，啊這個、我知道，他以前都练四个小时，现在练两个小时。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就以前比较年轻啊，现在体力上觉得。他还有别的事要做嘛？对对对，问得很好，问得很好。是是是，我很想问，因为他身材超好，我想问他体脂大概多少？嗯。哎，好，这个。She said your body is very very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Like a chicken, 哈。What type of chicken? Yeah, yeah, yeah. How many you are fat? You're fat, huh? I've never calculated it before. 他没有量过。就没量过，这么他国外没有量过。那你要问他结婚了没啊？You married? I'm married and divorced. 他说之前有结婚，现在跟你一样离婚了。Come here, Taiwan. How about you feel? Taiwan is good. Yeah, yeah, I love Taiwan. You love Taiwan? Yeah, because it's almost like I grew up here. Yeah. Because when I came to Taiwan, I was very young. 哦，他说的台湾就是他的这个，好像他的地方一样。是。他很年轻就来了。你在？他来多久？How many time? How many year? 今年是我第十年。还是会讲中文的？你会讲中文哎？你也会中文？你会讲中文？还可以一点点。还可以。跟那个广告维大力有力公司啊那个一样。你待台湾十年了？对，今年是我第十年。这不是你去找来的吗？不是我飞去加拿大找你。那一个应该是我的好兄弟，你是不是找错了？找错了。你还有别的表演吗？有那个网球拍的表演。网球拍，网球拍，网球拍有什么好表演的？这网球拍怎么没有网子啊？没有啦，他是意思说他拿网球拍。把它拆掉之后，他要拿这个做表演。这个我自己想说，可以用什么特别的软骨功？因为我是软骨功。啊，结合软骨功，要把它穿过去你的身体。所以你在加纳学的是软骨功。对，直接用小的啦。苏子成又想去换零钱了。哎呀呀呀！哦，会痛吧？啊啊！哇！啊呀呀呀呀！啊呀呀！哇！耶！哦！小郭，你待会要这样哦。卡住了吧？啊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啊呀呀呀！啊呀呀！哎呦！哇！哎，他不是单纯这样过去的，对，他不是过去那么简单呢。对，他有花招的。所以我们要让小郭占便宜了，不是这样。来，更小的啊 ，small， 来，我的小很多。哈！啊，一个手掌大而已。这个软骨功了哇，裤子快脱下来了，裤子快脱下来了，耶 ，Richard， 好担心他的裤子 ，You are the best， you're so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哇，好可爱 ，I like it。有屁股 very 翘，小郭来。我跟你讲，放那根，我觉得那个小的，大的就好了，大的啦，大的啦。我试试看。你可以。弓箭步。会不会下半集就这样了？可以可以可以啊！哦，像
小寇好厉害哦，小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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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小寇，小寇，厉害，小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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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s good。你要收他当学生吗？因为我其实我刚刚有跟老师学了一下，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个功夫。如果真的要学的话，要找专业的老师。那当然，对对对，不要自己乱用。我很怕小朋友学完的时候拿个衣架在那边钻。哦，不行不行，你要会自习啊。不行哦，一定要老师教哦。我们啊，其他太大只了，是没有办法表演这个。可是我们可以合力来完成转盘子啊。哦，可以可以。好呀喂，那肌肉好美哦。接接，近一点，然后不要动哦。对，哦，你的快分开了，哎，你的手怎么变两只啊？你怎么变两只？怎么越来越低？如果你练的话，要丢给我两只才就第三次没办法撑呢。看到没有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我是好酸呐！你刚才从这样子变成是这样子。女生的那个不行，指甲有一点危险，有点危险，所以我们可以用棍子，不要动哦，不要动。哦哦哦哦哦哦哦！摆好摆好。OK。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可以跳舞吗？传传。可以跳舞吗？加油！中间一点，中间一点，下面可不可以？好，最后一个喜好，哎，他快快停了，快没停，快快！哇！现在我们联手一起做完它，好吧？来 ，Richard， please， 来来联手，失败一个都不行哦。好 ，OK， 开始做，来来来来，转转转，耶耶耶，还要扭起来哦。享受加纳人的热情。哇哇哇！耶耶！哦哦哦哦！呜呼！大家转起来！转起来！转起来！转转转转转！我们坏的运气转好的运气，好不好？转拼命转，一年转比一年更好。Thank you, Richard。谢谢 Richard。谢谢大家欣赏，我们要更精彩的最强综艺秀。大家赚大钱。好，接下来这一段可就精彩了。跟我合作将近有20年，以前我节目的御用魔术师。他的经历可就好厉，非常厉害。在那个各大卫视，以前对岸的各大卫视都是争相聘请，包括刘谦老师的魔术还要向他请教。真的真的假？刘谦很强了耶！我这位御用魔术师18岁开始钻研魔术，曾经因为疯狂到台上表演魔术，逃脱术差点死在台上。啊，这么严重？对，但他立志说，就算死也要死在舞台上。哇，好感动！非常风靡的一个魔术师，现在。专攻的心理的毒素，哎呦，心理毒心术，毒心术啊！今天因为我的节目，他为了来道贺，所以带来一个专门的魔术师。这个魔术师从来没对外发表。这个魔术多值钱呢？短短的几分钟的表演，但是已经有人用$200,000要跟他买。200万美金，人家花这个钱他都不卖了啊！真的？对。哇，不，但是你出到201万，他就可能会卖。差那一万块，什么差一万块？没有，这么没原则。是真的很珍贵。各位，你写吧，就换吧，买，我们看看叫精彩魔术。来，一起来欢迎魔幻大师简明轩老师。简明轩擅长心灵魔术，在他面前没有秘密。灵幻魔术秀现在开始。大家好，我是简明轩。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最强魔术秀。
欢迎简明轩老师。瓜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这个叫换牌，那个从手上他已经告诉你，我有四张老 K 放在口袋，嗯，我四张七在手上，活生生在你眼前眼皮子底下变成四张老 K。好快哦！那最后呢？是四张老 K 拿出来变四张七，好强！他就公开的犯案，而且我们一进哦，公开喂什么公开的犯案？公开的犯案，就打西堡都会赢呢。啊，不对，对啊，我们都这样讲嘛，对不对 ？Blackjack 他都会赢。是我觉得您这个现在魔术是与时俱进啊。对，其实刚才这个魔术呢是我自己的原创作品，然后今天真的是因为瓜哥的关系第一次首次发表，不然我每次讲话大家就说我夸张，是不是很多人想跟你买这套魔术？很多位，欧美、日本都有。但我刚刚前面介绍很多艺人，他是御用的魔术师啊，对不对？你看在对岸里面所有综艺节目，他都有他的足迹。哎，刘谦老师也曾经跟您，是我曾经担任他的魔术设计顾问啊，对吗？顾问哎，今天呢，我想要带来几个我自己特别的效果，我先不爆雷，我们直接直接第二个，好，来第二个叫做笔仙，笔仙。好的，我相信大家一定跟我一样，心里面住着一个童年的自己。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看电影，我可以在看电影里面看到很多很奇幻，或者是会让你感动。伤心或者有时候是恐惧。我记得小时候我隔壁班同学，他跟我说过，他跟他朋友一起玩过碟仙。哎呦，那碟仙也拍成电影，有时候还叫不回来了。不能乱玩。对，我小时候对这种奇异的事情特别感兴趣，特别好奇。所以当我长大以后，当我有机会接触魔术以后，我就一直在想，怎么样可以让我心里面害怕的画面或者是感动画面结合到魔术里。我们今天来试试看。我们能不能请艾雅好了好吗？艾雅，来，我们请艾雅到这个位置来好了。好，好，我今天当女助理。我帮你。好，我们使用到一副牌，一副扑克牌，52张。我们请最专业的瓜哥来。有两张。一般的眼睛。对，确认一下。对，有鬼牌吗？对。加52张加鬼牌就是54张。对。为什么52张呢？就是52个礼拜。对，为什么四种花色是四季嘛？连这个你都懂，两张鬼牌都有，所以54张非常专业。来，请。好，好，但是验牌师啊。接下来为了公平性，哎呀，我把牌摊开，手指在上面移动，移动，想停的时候就停，压住那张牌，压到这边先不要动。好，碟仙的概念呢？哇塞，天哪，要挑哪里啊？随便，都可以，凭你的直觉。这张吗？好，刁钻出来，哎，算刁钻。一般人呢，我会被魔术师骗，都选中间嘛。先等一下，我把牌收起来。我转过去之后，亮给摄影机，还有全国观众看一下，好不好？好，好。你的，好，都记住了吗？除此之外，我这里有一支笔。哦，要用这支笔啊！千万不要忘记你的牌哦。好，然后 OK， 那这支笔在牌的数字面。签上你的，做记号了，做记号，签名都可以。对，让观众知道这张牌是没有换的，要不然他那么会换牌。好，这样就可以。做好记号之后，最后一次再给镜头看一下，之后把牌盖在桌上就可以了。因为牌有油性，不好写。好，这样 OK 了吗？好，盖住了。好，非常好。接下来还需要11张牌。哦，1、2、3、4。5、6、7、8、9、10、11，接下来需要11张牌。好，11加那个1就12了嘛。12，为什么12呢？就一年刚好12月份嘛。对，哎呀，请你把你自己亲手签名的牌放进来中间。哦，好，都可以，给镜头看一下啊。瓜哥，随便洗一下就好，随便洗一下就好。不能随便洗，这个要慎重。哎呦，最会洗。哎，这么少不好洗，你知道吗？洗那么少，太薄了啊！对，我怕他把它弄坏了。感觉很常在玩牌哦。对对对对对。哦，哎呦呦呦，很嚼啊！非常专业，非常专业哈。好，接下来呢，我把牌发成一个像时钟的形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12张牌。绝对不会是因为一年有12个月。没有，12个月，十个月没错，没错的。扑克牌是有它的道理的，完全是没错的。对，好，记得说过，
这个魔术的名字叫做心灵笔仙。是的。哦，哎呀，你刚才有用一支笔在你那张牌上做记号，对吗？对。我听过一个说法，你用过这支笔的话，用过的任何物品上面都会留有这个人的能量。我们来试试看。可能。哦。就是一支笔还是什么能量呢？吹成这样。各位，接下来仔细看。哎呀，你的手给我。好。哇。哟。趁机牵手。集中精神在这支笔上，然后专心想着你的牌，想象它的花色点数。哎呦！哦，笔仙来了，笔仙。他是怎么近看嘞？可怕。对呀，背好凉啊，好冷。速度很快。很好，很好。速度慢下来，对吗？一般我们就问你是男的女的。叫什么名字？他又加速了。哎呀，继续专心想你的牌。好，他还在加速。哇塞，天哪，转一圈了哎！怎么可能呢？他在找牌耶，到现在还没找到。天哪，这个真的可以随便玩的吗？我回去会健健康康的吗？停了！这笔仙会停下来。大家靠近，大家靠近。有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吗？好。现在他的笔尖指着一张牌。对。他这么准确啊，瓜哥，能不能麻烦你把其他张牌一张一张打开，对，看看上面有没有艾雅的做的记号。不是，因为很怕他所有牌都是你挑，那就是作弊了。对，是，但他有签名啊，要 A2。 好，喂，你有心脏病哦，一张张翻哦。哎呦，没有哎，其他十一张牌没有啊。真的没有，怎么可能啊？因为唯一的这张牌就是艾雅签名，好可怕，好厉害啊！哇，初次见面没什么好送给你的。这张牌，你看它是你签的嘛？没错，我签的，因为还有一个地方没有水啊。对啊，完全正确。而且你选的就是 Lucky Seven， 而且是爱心的，是这样的。对啊，我刚刚签的，我靠，完全符合他要。差点骂脏话。哇，太巧了！这个叫心灵笔仙啊，对啊。我刚刚有讲过，它是专攻读心术的，这个还不是读心术的一种的。其实心灵魔术呢，就是透过心灵的力量啊，去想办法做出魔术效果。哦，对，那你可以再进一步的做读心术的。可以的，可以的，没有问题。刚才聊到读心术，无论如何，一副扑克牌也是1/52的几率而已。是是是。我们今天来试一个几率，更是微乎其微的小实验，好不好？我们一样找一位来跟我互动，好吗？刚才。文琪好了，文琪好吗？我们初次见面嘛，来靠近。好，是这样的，这里有一个这个便利贴，便利贴上面我写了各种问题，例如说，我最喜欢的食物，例如说最想去的城市，或最喜欢的一本书，问题都不一样。印象最深刻的生日礼物，或者是第一次出国的年纪，总之是一些。是有私人的问题，有一些蛮普遍的问题。总之你要，因为只有你心里知道的答案呐。OK， 知道。对，总之有各种问题，好吗？接下来这就是为了要增加公平起见呢，不要让人家觉得说我们好像串通，好像蕊过、say 过、沟通过。不要，这个是接下来就算我们已经蕊过100次，也没办法精准掌握的事情，因为是很随机的。你就是手指随便翻一页起来，随便翻一页起来。你翻到什么问题，我们就用这个问题来测你，来测试读心术，可以吗？可以。好，就来自己这样拨一页起来，好吗？给镜头看一下是什么？初吻对象的名字。初吻对象的名字。哇，这个会上新闻，这个会上新闻呢。等一下，我们不想知道他初吻。好像也有道理耶，也是，没关系，瓜哥，因为我的故事有点太多了。对啊，不然等一下，换人。题目我们可以不要变，但是对象可以不要变。那你想要知道谁的？好，哥，依瓜哥要求，我们想谁想知道张文琪初吻对象？你没办法，不要这样子嘛。我们换个人会不会影响你表演？没有影响，就瓜哥你决定，可以。熊你来，熊你吗？好，他的妈妈每天盯他妈妈，也不知道他。但是你要先确定他妈妈同不知不知道啊？就是要让他妈妈知道啊。妈妈知道吗？不知道哎。那最好了。本来张文琪我还怀疑他跟他套，现在就拉熊你出来，总不会了。对对对。我们最想知道
一个十九岁女孩子到底要初吻，而且熊你刚才叹了一个叹了一个气，好大，很紧张了，妈妈在外面。好的，熊你，你清楚记得你的初吻对象是谁吧？他应该是现场离最近的人了。好，确认一下，现场没有任何人知道，而且没维基百科啊 ，Google 不到，对吧？对，很私人的问题没有错。好，接下来连他妈妈都不知道，维基百科会知道。接下来我要请你把这个人的名字写在这张纸上，写在这张纸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是一个全国收视冠军的节目，好，所以你也可以不写出他的全名，你可以写出他的英文名字，小名啊，或者他的小名啊，你们亲昵的昵称都可以，呱呱好不好？还是爪爪，还是虎虎啊？哎，不要赖在我身上啊！我会自己拿砖头砸脚吗？好，请帮我把这个答案一笔一画写在纸上，然后不要让摄影机或任何人看到哦，我们都不能看，对，我们也都不要看，好不好？对，那你在干嘛？写好了吗？好了。他写好了。好了，笔先放下。你帮我把纸对折两次，折回去。然后请带着你的纸到这个位置来，好不好？我们一样到这里。好，来放下就好了。好，我先确认一件事情。这个棚内的灯光是很强的，你即使透过灯光你也看不到，看不到对吧？笔还在吗？帮我一个忙，能不能在这边？帮我写上你的名字，写上你的名字，写完以后再对折一次，折到最小的状态。小时候应该不太做功课。再对折一次，折到最小的状态。折最小啊，然后把它吞掉啊。对。好。所以现场除了你以外，没有人知道这个答案。我刚刚我都没，我根本看不到他写什么，中文写的这么这个。亲手帮我放到这个杯子，我不要碰。然后呢，这里有一个手套。哎，你要干嘛？我知道大家一定还不知道我到底要干嘛。伸出你的左手。真的不知道你要干嘛？对。其实像这种这么有仪式感的事情呢，来，我帮你，好不好？好，像这样。古时候的吉普赛灵媒呢，你们记得他会拿一个水晶球在桌上啊？对 对。他会透过一个布或是一个手帕，拿着他的水晶球。我们就想象现在这张纸、这个杯子就是这个水晶球，好不好？所以你要能量把它测出来。对，我们想象这是个水晶球，灵媒可以透过水晶球知晓过去，看到未来。我现在要透过这个水晶球来感应到、读出你心里面想的那个初吻对象是谁，好不好？可能。怎么？现在不要在那边。熊你帮我一件事，等一下你的手维持这个状态 ，hold 住这个杯子，千万。它还抖哎。不要动，千万不要动，好不好？专心想，开始喽，仔细看。我们一起看着中心点的位置，想象，想象这个人他的样子，想象他在呼唤你，想象。怎么回事？哎，大家有感觉到吗？哎呦，感觉破掉了，我们看得到。不要动，不要动，碎裂了，对吧？嗯。这张纸你先帮我捏起来，捏起来，其他的都先不用管了。我接取到了。哦，你刚刚是为了这样子你就知道了。就在刚才碎掉一瞬间，保管好。我刚才依稀读到一个名字，不是很确定。不要写自己的名字哦。可能应该是到底对不对啊？哇，好紧张哦，正比疾书。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没有蕊过，没有人知道这个答案是谁。看着镜头，看着镜头，第一次的向全国观众大声说出你的初吻对象，他的名字是什么 ？Kevin。全世界叫 Kevin 的都看一下他自己是不是他自己，而且。Kevin， 你的英文名叫 Kevin？ 我没有，我不叫 Kevin， 你怎么可以结巴吗？等一下，等一下，那张纸还在吗？我们不能口说，我们不能口说无凭。对他写的是写 John， 他结果跑出 Kevin 来。啊？什么？就写那么烂，谁看得懂？K E V E N， 哇，难怪他拼半天了啊！
啊、真的是 Kevin 啊！谢谢你。天哪！来，求你了，兄弟，你妈妈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你妈妈看完还是不知道是谁嘛，对不对？对。所以你自己知道，那是去年的事吗？不是，是在国三。哇！我觉得我妈要杀了我。对嘛？这个听他的答案，谁要听张文琪的，对不对？好像有道理。对啊。好，了解了解。好可怕哦！这个就是读心术啦。没有隐私哎。最厉害的读心术，再次谢谢简明轩老师。太精彩了，谢谢。带来一连串精彩的魔术，我们还有更精彩的最强综艺秀。谢谢，谢谢。瓜哥，我来问你一下，你知道我们现在 LED 灯啊，在台湾算是台湾之光，台湾任何都是全世界的科技岛。对，在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个电子花车啊，庙比如做酒啊，马祖绕境啊，神教这些都是用 LED 的。是是是是，对。但今天既然提到 LED 灯啊，就是因为我今天介绍这个团体跟表演呢，是结合 LED 灯高科技的表演。这一组呢，在那个各大的夜店啊，还是商演啊，都请他们来表演。那赶快介绍出来了。光点马戏 LED 灯光就是他们的工具，大家准备好迎接精彩的炫光秀了吗？刚刚有跟他稍微聊一下，戴这个眼镜就像我们在看手机看久了，看来蒙不稳嘛。嗯，啊，你戴这个眼镜很不舒服吧？其实戴眼镜转这个其实很不舒服，可是因为这颗立方体不就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通常立方体 LED 的是外面有灯，可我这颗不一样的是我两边里面都有灯，是，所以我刚才后面有一个动作是我绕在身体的里面转，是会很亮。那这个眼镜可以帮助我就是比较遮光，这个很难，基本上它有杂耍的条件。我如果猜的不错，你以前特技团的吧？
没有带团了，但是做特技演出。对，对，因为这个算你很花，你完全不是用看的，啊、是凭感觉的啦。真没有练过不行吧？像我刚刚就看不到前面的摄影机，我不知道最后是这样，方向在哪，我用猜的，中了啊！是啊，这个一定要熟能生巧嘛。哎，你刚刚那呼啦圈也很棒，要我、啊，我是卖洗衣机，我找他的。啊、为什么？从下面转上，上冲下洗，左抽右揉，然后结合电视那个洗衣机脱水槽的管，有没有感觉可以？含脱水对不对？对呀，洗脱水嘛。那个，就我平常湿的衣服，我都这样甩干的。对，小蛮腰像蛇腰这样缠上去、啊。待会儿顺便示范一段，就是把衣服脱干的那个技巧。脱干是。哎，我觉得他不是以前还当过主持人吗？对啊，他的讲话的方式很能聊，怎么跟某位制作人有点像？因为从小就看瓜哥的节目长大，是是是是，这算是非常聪明的小孩才会看的啊！对对对对，有 sense 有 sense。是，你这个钻还有没有加分题给我们看一下？有有有，我有那个100个圈，100个圈下面一百个圈吗？就是因为我刚才是摇一个一个，我总共摇4个嘛，那另外一个就是它里面有100个圈。对，可是你4个是发光体嘛？如果结合100个那个价。钱太高了，对不对？对，所以刚刚才没有拿出来。你那个是不是也要写程式呢？还是自己发光？那个没有发光，只有这个写程式，对不对？对。哇哇！你先示范给大家看一下。有有有，哦。我要热热身。妹妹啊，你跟人早就热身，对呀，这里来热身了。哎呦，红龙之歌又来了哦！红龙龙来，红龙红龙红龙红，孔雀来了。哇！孔雀开屏。啊！对对对，好哟！拉起来！哦，好晕的哦！哇！是不是很适合卖洗衣机？真的真的真的，洗脱烘烘。上冲下洗，左搓右揉，哇！太厉害了！哇！孔雀开屏哎！那一位鲁是跳国标的，你听说你的腰力不得 了啊！真的吗？可是这个100个呢？我试看看，我试看看。100个耶！哦，孔雀开屏。我再给你机会，你不要再演喽。你要不要脱鞋子啊？孔雀开屏。哎哎哎呦！哎呦！快了快了快了！哎呀，是啊，真的很难啊。有有有有有，后面这一招叫孔雀落伞，孔雀掉毛，对，哎呀，这个真的很重哎，对，但是你就知道它的难嘛，哦，那个腰真的我不抖，但是熊你很厉害，哦，他国标也跳得很好，对对对，他年轻啊，像你那个抹沙来的啊，对，来，还是有年纪之分呐，妈妈在看，你要好好表演，对对对对，哦。哎，好来哦，来，孔雀开屏，孔雀开，有，开一半，8分下，还不错，还不错，开一半，还在大，还在发育的，开屏，小心，能摇起来不错啊，厉害啊，老师，我请教你，刚刚孔雀开屏很努力往后，都卡在这里了，对啊，是不是手？那其实手要稍微 hold 住。你能示范一次给我们大家注意看一下，难就难在哪里？来，孔雀开屏，断哟哟哟哟哟，等一下，那音效厉害，我的配音一流的，断哟哟哟哟哟，我以为是老师爱的特效，像小时候玩的那个弹簧，对，那个突破上围，哇，突破上围，突破上围，你看，这是熊你没有办法的，哇，哎呦，还上去了，你看。上去下不来，对对对，突破三围。对，我觉得这个这里面是张文琪最符合。哎，我是有吗？非男非女的，非男哦，雌雄同体啦。哎呦，咦，我还自行产卵呢。来，请到你，也太难了吧？哎，你要练一下。你看，你拿是不是很重？哎，你不要折到手，这很容易折到手。来。孔雀靠着腰，孔雀开屏，开过头，大力士啊！你直接是孔雀拔毛，全拔光光了。来甩上尾，甩上尾，摇一下，摇起来，嘿，摇啊耶，啊耶！我怎样？哎，你有没有受伤啊？没有，我靠！怎么样？对对对对，为什么我力量那么
么大？哎，当然是这样，因为你穿高跟鞋啊。秀蛋鸟，这只是体验嘛，你才知道人家专业的辛苦。真的很难呢。有时候荧光幕看起来，刷起来这么简单，原来你接触才知道哦，就困难呢。嗯，对，所以其实透过我们节目，还是希望有才艺的达人秀来这边表演一下。是。黑色派对将 LED 灯光结合舞蹈，超吓趴的冷光舞，千万别错过。哇！谢谢冷光绅士带来的表演，眼睛好，对，不习惯，好亮哦。这种表演一定要全黑才有它的效果，视觉效果嘛。是，来，你有没有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小恩。小恩，哎，大家好，我叫虾卷。虾卷，你叫虾饼。喂，大家好，我叫厨师。厨师，厨师煮虾卷，饿了。厨师煮虾卷，你是故意跟我们开玩笑的吧？没有，这为什么叫厨师？你以前是厨师吗？就以前是在内场工作啊，然后后来就是在学校就被老师取这个绰号。那虾卷，你为什么叫虾卷？是家里卖虾卷还是？不是，是因为我讲话很虾，头发又很卷，所以我叫做虾卷。大家好，你头发到底多卷？我看一下。大概就是这样子啊。自然卷的颜色蛮卷的。这个帽子戴完还能立的这样好。对啊。可是我有一个问题，你刚刚要全黑嘛？全黑他们要怎么记那个位置？啊，对，你们怎么记这个位置都看不到啊？换位置，对，有时候会贴那个荧光的胶带在地上做马克，像舞台剧有没有？舞台上面对舞台光，对，而且他们的舞步啊，要这个自己按呢，对不对？对，我们要自己按，所以有一个晚按一点就会脱节了。但是你们刚刚表演是蛮精彩的，厉害，谢谢谢谢。所以人越多越复杂，所以他们只用三个人，如果用一个人就更单纯了。你们除了这个的话，还有是其他什么道具吗？我们的厨师他还有另外一项特别的才艺。什么才艺？哦，我会丢杂耍圈。杂耍圈是什么？以前是脱技团的。我以前是读戏曲的，大学，难怪大学考进去。是学长哦，学长。好，那你就好好表演一下，好。哇哦！这种才艺为什么跟他们为伍啊？就好朋友嘛，没办法，没办法，没有开玩笑，就是大家在一起就是一个团结，就是力量大。嗯，哇，你刚刚的表演精彩，最后一个转圈，这个很厉害啊。不会不会，对对对，我现在转，因为他表演这样子也不会太短哦，对，所以跟他们结合，所以他们的表演如果真的厂商找你们表演个5分钟10分钟也可以吗？是可以的，有安排嘛，对不对？有有有。对啊，我们要在这边宣导一下，不然人家怎么找你们？啊，你们叫黑绅士？没有，我们叫黑色派对。黑色派对，黑色派对，不叫黑绅士。没有，那个绅士冷光其实是我们的表演名称啊。哦，因为他穿西装啊，绅士啦。是是是是，我就是他们的团长，各位啊。对对，很像你的灯哎，请问一下你的开关在哪里？这边按，这边按，这边。还真的嘞，这谢谢两团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一段接着一段。我还是呼吁大家能够在我们这里呢，节目当做橱窗，是能够给我们年轻的朋友们呢，给他们机会。他们在这个行业很辛苦，如果有好的表演，请多多介绍给他们。对，再次谢谢冷光绅士，对不对？对，还有光点马戏，真是光点马戏。对 ，Future Sky， 谢谢，现在更精彩的最强综艺秀，谢谢大家多支持哦。
谢谢您今天准时收看我们的最强综艺秀，我们也谢谢所有参与演出的艺人，感谢大家，希望今天安排节目大家也都会喜欢啊。是的，还有欢迎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只要你有十八般武艺，欢迎都来我们的节目报名哦，期待大家在我们的节目上发光发热，别忘了每个礼拜六晚上八点准时收看最强综艺秀，谢谢谢谢大家。